家好，我是南怀，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今天的视频的主题呢，就是对比贡茶的珍珠奶茶和茶探日出茶太的珍珠奶茶这样的一个对比。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开始吧。这个珍珠奶茶呢，我要的都是大杯，然后去冰，对，半糖。茶探的是6.5块，贡茶的因为我有大学生的优惠，所以我是5.1块，如果没有优惠的话就是6.1块，所以茶探比贡茶要贵，没有优惠的情况下是贵4毛钱。好，继续。这个塑料袋的话，贡茶的更透明一点，然后这个塑料袋的声音不是很大，茶探感觉就是比较普通的塑料袋，有这种塑料袋的声音，但是两个塑料袋上面都印有自己的 logo。刚刚视频不小心按错了，所以我们重新来品尝一下这两杯奶茶。那我先来品尝贡茶的。贡茶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先从它的奶茶说起。它的奶茶呢，感觉是我要的是5分糖，但是对我来说还是稍微腻了一点点。我之前买过3分糖，但是3分糖又太淡了，所以我觉得就以后一直买5分糖好了。所以奶茶的感觉呢是甜，虽然稍微有一点腻，但是感觉它整个口感感觉是非常绵密，还是十分好喝的。那珍珠的感觉呢，就是珍珠非常柔软，然后珍珠本身也很甜，你在嚼珍珠的时候能感觉到这个珍珠是比较黏腻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品尝茶 time 的奶茶。茶 time 先从奶茶讲起，奶茶本身也是5分糖，也是感觉我个人是认为蛮甜的，但是它没有贡茶那个稍微有一点腻的感觉，所以我感觉茶 time 就是虽然很甜，但是不腻。对，那然后说它的珍珠，哦对，然后茶 time 的奶茶的口感感觉是比较丝滑的，就不像贡茶是比较绵密的。那珍珠来说呢，茶 time 的珍珠是相比贡茶更硬一些，然后更有弹性一些。不像贡茶的就有点黏腻这样。那在喝贡茶的时候，我能感觉到珍珠它其实是有甜味，茶 time 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我在嚼珍珠的时候好像没有明确的感受到有特别的甜味。那总结就是，如果你喜欢更甜一些的奶茶，如果你更喜欢软弱一点的珍珠质感，那我建议你选贡茶。但是呢，如果你更喜欢更丝滑的奶茶，更喜欢有弹性的珍珠，那我建议你能选择茶 time。好，本期视频就是那么多，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请问可以给我收藏、投币、点赞吗？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